基础在哪？我是公关列车长的白色女，是6月20号，基础在哪？10:03首排的是 C6车，录音发车就演用了速跑，采用520/50十圈车，在基础站准备行。七度，准备搞七度快到嘞。发车听友西部干线上顺交通，500行有500，单独600行上面。啊，在七段行了。啊，这台是第一次哦。我的158是。哎，车门！阿爸爸，那还500行？那还500行，回去顺家堂。10:05，12月20号，7:20多。那家快速了，真的会去。1214，就发跟他讲明天 PP 这样，10:05，12月20号，8:50回去。
时间零八分，十月二十号。